朋友大家好啊，这我两口子一出差啊，这感冒还加重了，这昨天掉了一天点滴，我爸我妈来了，咱们看一下老二是什么反应，带老二去看一下，老二还不知道呢，走呗，咱们去吃饭去，在我们这家好像是啥都知道似的，走吧。这怎么走哪儿都抱个娃娃，老二啊，你饿了，娃娃也饿了是不是？我爸我妈现在在餐厅呢，他们都吃完饭了。哎呀，喂妈，爸你小心点啊。走，老二，在家就搁这玩儿。我爸我妈都，爸你们都吃完早饭了是吧？吃过了。嗯。我们这刚起来，我爸这等了有一个多小时。这和他爷爷在一块儿，就必须买渔网，买冰激凌。谁给你买的呀？啊，这家就是冰激凌。谁买的冰激凌？很美，这带的一老一小。哇，媳妇儿，花千骨这个电视剧就在这儿拍的，媳妇儿，很美，在那个小房子里边关的。这家爷爷背的是不是不舒服呀、啊？爸爸背的吧？来，爸爸抱着吧，老爸。来来来，我来抱抱。来来来，小双手啊，就比较这。好闲呀、啊，妈，仙气飘飘，对吧，翠姐？哦，翠姐感觉怎么样？翠姐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对吧？嗯。哇，好闲，到山顶了，好美。别老爸，这个这个吧，啊给你们看一下，哎呀，